打开西瓜视频 APP， 点击三姨太的头像，进入三姨太第一条西瓜 play 的视频，点赞、评论、发弹幕，支持姨太吧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姨太呀。课堂联动已经圆满收官了，那宝宝们知道下一次联动会是什么吗？不久前，肯德基发出了一条邀请函，上面有很多游戏都将参与肯德基的展开联动，其中有一个就是《第五人格》，而且第五官方也关注了肯德基的官方，所以姨太猜测下一次联动很有可能就是跟肯德基啦。毕竟跟美食联动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去年11月份，王爷大大就跟美团外卖和麦当劳联动了，推出了50万份《第五人格》主题游戏套餐，我们不仅可以吃到美味的食物，而且还可以获得两款联动皮肤：前锋的美团外卖和勘探的麦当劳。另外呢，还有联动随身物品麦辣鸡腿堡，就是不知道这次肯德基联动会推出谁的皮肤了。有宝贝推测可能是大富，大富跟肯德基老爷爷还是挺像的。宝贝觉得可能没有联动皮肤了，不过姨太对此还是很期待的，毕竟当时美团的皮肤还是很好看的。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下次联动应该是弹丸第二弹，毕竟第一弹的联动在庄园里面掀起了不小的热潮，不仅外形做得非常有角色的个人特点，而且还很好的融合了第五独特的哥特式风格，搭配起来纽扣眼和麻生发质都让玩家们觉得眼前一亮。不管是变身成超高效级的无钱玛丽塔，或者是变身超级辣妹的调酒，变身可爱黑白熊的邦邦和幸运儿，每一款皮肤不管是制作还是建模都很用心。那宝贝们觉得庄园的下次联动会是什么呢？快关注了，找到三天吧，三天完结，你有。